我现在在轮王市的逍遥园，那这边有夜风，很漂亮，很多人来拍照，天上还有明月，看一下这边的夜风，因为人蛮多，所以行进速度会有点慢。风红，你们也太晚来了吧？这里是重头戏，有没有很漂亮？对，我们差点走错地方。我们拿了票以后，差点往前走，跟往左边走。可是司机不是有带着你们吗？因为他在，他们就中途都就已经拍到一个不行。可是天黑了，我想说。看逍遥园的夜风，再加上天上的明月，真是很漂亮。这是手机跟相机拍不出来，要用肉眼亲自来看才感受得到。那这个回游步道，走一圈需要大概5分钟，不用5分钟了。